一早，早上的7:17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2020年7月20号，星期一，跟着社长签牌去签539啊，各位，社长是用啊本小利大的方法，教你是不要赚钱，教你是要去不要去赔钱，赚个小钱。啊，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一、礼拜四中奖07啊，然后呢，到了礼拜二、三、四、五三天没有中，总共也就是说是输了4天啊。但是我们是1-4，礼拜一全车是1-8，照理讲礼拜一你官圈全车的话，你还赢一车啊，你还赢一车。来，今天我们继续礼拜一开始还是用一支啊。不要那么冒险，牌子非常不稳定，所以我们选择用一支，全车一支一七，两星一七碰四尾，只有一碰啊，两星就是一七碰四尾，那么一七呢，四尾再碰八尾是两三星，一七碰四尾碰八尾，这个是两三星啊，那么希望我们539的会员们啊。啊，族人们，大家都好运，都能中奖。